你结婚，我入。到时候咱俩平分。来，张嘴啊！哎，姐，你别这样行吗？这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不是说王小帅啊，你是纯纯兽人男主吗？你是不是有啥隐藏身份呢？特种兵王爱推一下肉。不是，你这吃饭都堵不上你嘴呢，怎么？姐，我这兄弟喝多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他挺逗的。你看，还有小美姐有眼光，那啥，有没有好看的闺蜜给我介绍介绍？当然有啊。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不挑，会玩智能手机就行。不是，你有没有点正形啊？姐，你别听他胡来了，这从小他就满嘴炮火车，没个正调。人小美姐都没急眼，你急啥啊？你懂个屁！这搁这叫幽默，那幽默男人最早小姑娘心，学点。哎哎，你别说啊，我觉得他跟陆哥还挺配的。哎，你别说这好。 好像是有点夫妻相啊。之前陆哥不是还问我有没有哥哥弟弟啥的来着吗？对呀。山总，哥们儿，我这事儿要成了，你就是我再生姐爹呀。你拉倒吧，你人家不一定瞧上你这损出了。我跟你说，他要是答应了，彩礼咱们就按最高配来。不是，这八字还没开始落笔呢，你都扯到彩礼上去了。哎呀，哎。 那你们那儿彩礼最高配是多少啊？那咋说不也得20万8万呀？不哪有那么多呀？你这张嘴就来呢？你看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按最高配来。你快拉倒吧，你规定的呀。你看你还不信？哎，小美姐，嗯，咱小帅娶你，哎，这要多少彩礼？我呀，那得看小帅愿意给多少了。我那你要是想娶小美姐这样媳妇儿。 那高低不得50万起步啊！你觉得呢？我姐，我其实也不高吧，我表姐结婚的时候他们彩礼好像100个W来着。啊？我100个W？我没听错吧姐？我才攒多少？我骗你干嘛呀？你，哎，兄弟啊！啊，你呀，你自求多福。 这豪门世界呀，咱理解不了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？你赶紧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不闲聊吗？虽然我表姐彩礼100万，但是我们家族一般回礼都3倍。啥？那我就是铁蛋，来来来，干啥？你回头要是当了豪门赘婿，你可不能忘了兄弟。我追你妹呀！这是我上哪整100万去？你这样，你结婚。 我入，到时候咱俩平分。不，你是不是吃饱喝足了啊？你回家吧，你行吗？这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了。你46。不是，慢走，不送你，赶紧这。不是，三七也不行吗？三七。走，二八。走。19。赶紧的。那个小美姐，回头别忘了给我介绍啊。知道了，你慢点。嗯。 不用回夜行。哎，你我跟这放心吧。你这个朋友也太有意思了。姐，你别介意啊，他就那样，这嘴没个把门的。没事儿，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儿？啊，那行，那姐，那你就休息吧，然后那个这块我收拾就行了。一起吧。啊，别，姐，你歇着吧，那个你让我做点事儿，要不然我太没存在感了。行，那我回屋了。 啊，早点休息啊，姐。哎，哎，啊，我说的是真的哦。啊啊，啥呀，姐？睡了，晚安。哎，不是。